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虎，孙虎大人的虎。这字虎就轻轻啊帮的意思，冒气的意思，就咱讲虎勇。另外一般咱冇人读做武勇，因为一般的俗音读做武。另外这一字也佫有一个音读做虎，像讲囡仔跋倒时段就该呼呼嘞，就是用这字。另外一句粤客家话讲是跋倒马马虎虎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对。同音马马虎虎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母养，意思就是保护教养的意思；，某人读作抚养。第二个词读作抚养，某人读作母养，也就是母养养饲的意思。另外，搁再强调教育的层次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自细汉就是阿公阿妈给母养大汉，即卖已经大人，食果子拜树头，嘛足有孝阿公阿妈报答因母育之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“虎”，另外个音读作“母”，也个有一个音读作“虎”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